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毛子。今天呢仍然是给大家分享一台联立包豪斯迷你的装机视频。那么这台主机呢，机主也是等了好长时间，在这里呢给机主说一声抱歉。为什么呢？都是这个模组线耽误了时间。这个模组线呢是从苏州那边发的，但是苏州那边呢刚好又疫情了，人家这个工厂呢没有复工，所以说呢这个产能稍有点跟不上，这个模组线呢就耽搁了好久，让这个主机大概在我们房间差不多等了有一星期了吧。那么实在不好意思。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尽快把这台主机装好调试好啊，给您发走。简单介绍一下这台主机的配置。首先呢这个 CPU 选择的就是12代的 i9-1290K 一个散片的处理器，然后搭配了这个华硕 690-A 吹雪的主板。内存方面就是两套海盗船的铂金统治者啊，都是一个白色的套装，一共 32G， 这是单 8G 8G 乘4的一个套条。存储方面选择了两块固态硬盘，一块三星的 980PO500G 用来存放系统，另外一个三星的 980ETP 用来存放我们正常的游戏。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联立积木的风扇，一共三盒，所以说是九只呢刚好装在我们这个机箱当中。电源呢是控冷至尊的 SFX 的 V850 一个850瓦的金牌全模组电源。这边水冷刚好是选择了一个华硕 ROG 的飞龙240小白龙的一体式水冷，这边就是说加装了一套定制线大家会发现我在说话的时候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说实在话我昨天去检查医生告诉我得了一种罕见的怪病，就是说话癌，就现在我每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减少我的寿命，兄弟们，真的，所以说我不能再多讲话了，咱们要珍惜我们能够相处沟通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沉浸式的装机状态，大家一定要认真的仔仔细细的看完这篇视频，以表示对毛子的尊重，感谢。这能拍上不能？这多气派。
奏高响。我转一圈，看一下这装备，继续啊。事情我敲三下，连着敲两连三下，哦，有点三个技能血影，可以。这他妈他要喷人。只要用心做内容，我相信皇天永不负用心人。高低才能搞几万粉丝啊，在 B 站有点影响力啊。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啊。
做高低装一次那个金属线，它这个线是金属，可以直接定型，定成就跟咱家里边做水果那种样，那种感觉能懂不懂？就跟墙上做水果那种感觉。三个够了吧？咋样？后边你得砸一下，后边那最简单的就最基础的砸一下。Thank you.